确实哦，今天面对低位的 Benson 是有备而来，快速的开进来，连得五分，重力就会不错。赛前 Barry 教练也提到了，希望能够把节奏推快。阿瑶快速的出手，找篮筐，哇，双手怪快去 ，Devin Robinson， 哇，组成一个三二的区域联防哦。抛投找篮筐，谁球点出来 ？Robinson 在外围获得了一次出手机会，再塞进来，乔丹双手灌回去，跟出来，这球勉强出手，哇，结果球还弹进了，三分球四投三中，已经攻下双位数得分了，前场的机会，李家康给到 Robinson， 单手战斧式的飞扣。李航源的三分线再准，可能都很难追上。没错，中距离打起来，把两分要回来。李航源现在在攻守两端好像都有点打得很混乱了。哇，追魂锅 ，Jordan 把这球扒下来。两分放进。马炳胜。面对博士绕过来，两分有，这边有点混乱。Robinson 比了一下，最后两秒钟 ，Top shot， 高难度的出手在中距离要到了。Robinson 面对博士的防守，想走底线，绕出了空间，两分放进。又是一个 no noise。啊，同样又是领航员一样的战术，两个四五号位的掩护之后，碰碰摆进两分，出现失误了，前场快攻机会，李家康找到施静瑶，没有机会，再给到 Robinson。裁判哨音响了，是一般的犯规，但也会说几步以上，所以这个裁判执照的男人啊，所以大家针对他对于判例的。男模拿球，高难度的出手，在三分线外没投进，这场比赛也告一段落了。最后的比数是101-94，由来犯的桃园领航员踢馆成功，拿下今年球季的第三场胜利。